事情太多，都要做了之后，然后才经由师父点化，我们才会懂，哎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它很奥妙，或许那个一个力量出来，就另外一切也会震撼到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就在吃苦，在讲功，在你身上的感觉。就是很安详，就是很安详，然后也很喜的看到佛陀来。我觉得他像菩萨，又像就是双重的人一样啊，那种又有威严，然后又很安详，是真的很安详。那个好平静哦，那个就像水没有波浪。风吹不会动，很安详，然后很喜乐。因为我说你已经是紫微星君了嘛，然后就像星星在天上，它是不动的，它就是很安详的照耀每一个人。其实我到那边行礼的时候，我没有恐惧，我儿子有恐惧感，他一直不敢进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很恐惧，他连看阿兵哥他都怕。然后他知道那里有那个，他又怕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怕，我也没有告诉他，可是他就是害怕，连门口都不敢进。那我进到那里的时候，我没有那种恐惧感，反而有一种就是肃穆，自然而然就升起那个肃穆之礼呀、啊。那时候佛陀还没有进去嘛，我们先进去，佛陀还没有到，跟罗妈他们走在一起，我先进去，进去就是行礼的时候就一直在。起鸡皮，那鸡皮就已经很强烈了。我就想，是您给我还是我？我不去想那么多，那我就是很尊敬的行礼。然后结果走出来了，我又来了嘛，然后又再进去一次。然后本来想说，哎，不行，那你不能起价哈、哦。然后他又很安详的，就我就克制不了那个力量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很安详。我不是有指挥说赶快拍吗？因为他已经在我身上了。哎呀、啊，现在好像又来了，现在有来，哎呀、啊，然后就很安详，所以就是这股安详的气也会感染我们每一个人。其实我觉得这股气让我变得比较不那么紧张。你看，像我现在讲话就很柔和，就慢慢的。井然有序，因为你一紧张的时候，你会给对方有压迫感。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讲话就很柔和、很轻柔，就是那一股说不上来的气。然后看到佛陀就是喜乐两个字，然后心疼、不舍，可是还要再加油，就是再继续努力。要把这个路走完，因为没有回头路嘛，只有继续走。然后直到走出来，我会感受到说，其实那个一对它是必要存在的，虽然没有什么作用，可是那是一种敬仰，那是就像神明，我们会起恭敬心，那是没有，这是一种。尊敬啊，站在那里，让人家不由自主就会产生很敬仰、感恩的心态出来。然后我们不是在门口唱军歌吗？在慈湖的门口唱军歌，哎，你看我们交涉的多好，靠雷教官，所以我们在那边唱了军歌。在唱军歌的那一刻，他很喜乐，很高兴。然后我那时候唱的都快哭了。就是回想到以前，然后辛苦，然后到现在被人家攻击的这样子，就是感慨两个字啊。那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去，又在振奋起那个力量，他又在，就是好像整装待发的感觉又走出去了。所以在那里是一个很祥和，然后也很安详。我觉得在那边唱军歌，是把那里的气补强，
我们唱军歌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存在，只是唱，可是我们每一个音里面都好像在不动，在一个气球里面在不动，让那个气球补充的时候，它有力量，它就会往上冲，不然它漏气漏光了就没了。所以我们的每一个音里面都传达的一个法在，这是我当时没有的感触，回来之后才慢慢去回想，那在此刻有的灵感说出来。不然有的我也想不起来，所以要提到那个景点的时候，我才又会回到那一刻，又再重新回忆起。那在慈湖有一个瑕疵，就是因为我们带着罗杯杯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在法里面或许会有一个缺憾，就是我们是一鼓作气，那因为它我们的气就拉得很长，所以那里之后我就很累，就变得很累。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，会一鼓作气的就冲上来，那我们要顾及他，或又碍于就是人的情面，我们还是要顾到，就感觉那个气就这样摇摇摇摇摇才冲上去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也不能放它孤孤单单在那里嘛，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的缺憾啊，可是也把它补足了，就是会比较辛苦。这个是我当下现在才有的感受，我在那时我只觉得说这好长好累耶，我当下有这样的感触。然后因为我们队伍不是已经有的在前面已经到很久了，有的还在很后面嘛，就变得很拉得很距离很长，当下我只觉得说好累哦，干脆就一下子就整个就冲上去就走过去，可是没有办法，那我没有任何的想法，那在此刻我才有就是说就是有一点点的缺憾在这边。这个法它什么时候存在我们不知道，或许我们在喜乐当中就有法在，像我们在中烈池那里的时候，我不是那个，我不知道那时候是谁在我身上就说要绕，就要围圆圈圈嘛，每个人手牵手嘛。对，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，然后我不是就是说手要这样摇晃吗？对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样子是喜乐当中就已经有法在了，因为水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就可以融合很多啊。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，那就像一个漩涡，这样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然后直接冲上去。我现在讲到这里都起鸡皮。这个这样子上去是我现在才想到的，现在才有那个电波出来。那当时知道那个大哥不是没有抓好潘先生的手吗？其实我们抓，因为他或许有的时候他不是要罚债，那我们就要去抓他的手腕，就没有问题了。那因为我们也有小孩子，所以大家有牵小孩子的还做得蛮好的，就是说有护住小孩子，那个要施那个法，大家要团结一致才有办法才出来，所以大家就是希望说我那时候会转，会用这样的方式，是因为也让小孩子好像在玩乐之中法就在，因为你刚硬的时候小孩子牵不住他一定会放掉，那你在这样的晃晃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漩涡出来，因为你旋的时候力量是最强的，你看一个旋风龙卷风在卷上去的时候它可以卷掉很多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它那个就一直，所以那时候我回来回想，雷教授赞叹天空万里无云，真的一点云都没有，真的是晴空万里，我回来每天都看天空，每天都有云，我就说，那要万里无云真的很不简单，而且后来我回想，因为那天的风很凉，而且很大，就已经把它吹开了。我们不自觉，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一看天空，是整个都是蓝色的，对，水蓝色的，一望无际，
然后我们又在那里就是很喜乐，不是在唱军歌行军礼嘛，其实那个无形的都在震撼那里的一切，只是我们看不到，那是未来会有所进行，现在慢慢的在拨弄。所以这个法水可以旋转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，你是好的是不好的全部都这样子跟天是连成一体，这是我现在才感受到，我现在才悟到好本。所以那个念当下，我只知道说那个法是由水，我不是有讲吗，水在带动这整个气团，可是我没有感受到它是一个漩涡。哦，我今天此刻我才感受到它是一股漩涡，不是刚好有旗杆吗？然后那是有阶梯的，一个正方形，然后刚好又有红色的国旗国徽，哇，那个力量真的很强，在那里的吧。所以在那里做啊，每一个人精气神很足，你们有没有感受到？有。虽然是很轻松很简单，可是你做完的时候那个精气神非常的足，你去唱出你每一字每一句，然后你配合每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回来之后会很感恩你。我们的灵魂回来之后很感恩你，虽然以前做过很多坏事，可是当你要做好事的时候，你有一脚在里面，他会很感恩。所以佛陀的法到底到什么境界，我没有办法想象。他佛陀也没有跟我们讲他什么时候要法出来了，只有我们靠我们的智慧去领悟，去悟出这个法在哪里。所以在中正纪念堂的法，还有教那个麒麟啊，他是整个交给佛陀，让佛陀去统领。那时候我只感觉到说，很多的那个部队，你要统领一个就不简单了，你要统领整个。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面旗子是所有的，不是只有单一的，天界、人界的都有，地界的也有。所以一个单纯的动作献上去，我们看不到是什么，可是它的法就在里面。我们很愚笨，领悟不出来，所以有很多地方可能有些也是天机不能讲，靠我们自己去悟。那有的时候我会想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，所以就是要互相大家一起参演。你看我们一路忙下来，我根本都没有去想这些事情，我是回来之后才就是一个一个去回想。所以今天聚会让我回想很多，然后又再借由摄影机把它录下来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起来恭迎，来讲功。今天在讲，你知道我们那天转圆圈哈，这个在密法里面很重要，转圆圈不能有破洞。所以那天我一看这种情形，有破洞的情形，我就怒，一声怒，啊，怒一怒而安天下。所以谁被怒谁呢？你要找一个人有量的人来怒。假如找一个一怒的嘴巴翘很高的，那这个法还是做得不圆满。
所以我就录灵堂主啊，你跟了我十几年了，你怎么还没学会呢？哦，他马上赶快排，把他抓好。所以这就是他能够忍受，所以以后这一点你们要学灵堂主，绝对不要说我一说你们就气得鼓鼓的，那个气团打不开了，不能气。他的这个美德你们一定要学，每次都是他挨骂受气，因为他不气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气团做得很好啊。你看江公这个为什么他这个动作这么样子，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我呀是个女儿身呐、啊，实际上我头上顶的是个佛呀。那那个佛是谁呢？我就不讲出来了，就是他最尊重的人。你看他最尊重，你看他最尊敬的人啊、哦，所以连中共的那个总统府里面，国父像摆在那里，而蒋公的军服像也摆在那里，中共都这样啊、哦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两个伟人是伟大的，不管历史将来怎么写，他今天之所以物质是来了台湾没有回去，那是天命，他难过。可是呢，一看到是天命的时候，那又能怪谁来？他就很平静了。那么现在他看到我们人民受苦呢，他还是要改。还是要帮忙，所以又出来了。那出来已经这个肉身没有了嘛，那就靠我们了。那我们这个肉身也太渺小了，那我们要靠谁呢？我们就要靠那个无形的很多力量啊、哦、所以大家的看到哈、哦、谢谢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吗？辛苦您了，但愿我也有您那样子的威德和那么英俊潇洒到老年啊。蒋公很漂亮的、有的靠您保佑。用的时候该到了。蒋公鸡
在那边抖，我就大哥就按照镜在那抖抖抖。不是，那是全身每一个肌肉都紧绷的。他就是啊，他就是，你看他那个威敏的啊，还是那么用力。可是他讲话从不生气。他要生气，长就得气死了。那么多事情，好难劝说。好，来啊，脚软了，脚软了，所以要练军事动作啊。军事动作要练。玄机哈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我自己是出家命，为什么到家里出了家门啊？是不是？既然是出家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想想，比出家命还要好。为什么菩萨安排的太好了？让你当军人，你知道出家人就是军人啊，出家人就是军事生活啊，让你当军人啊，17岁我就出了家了啊，当了军人了，然后到了45岁退休，好了，老天爷说退休了，你以为你又不当军人，再当了，再当佛门的军人，所以这个训练历练很好啊，所以现在感谢上天给我们安排的命令啊。刚刚他还讲这个讲功德，为什么会那么平静？因为他起先呢是在人间，他有点觉得啊愧疚我们，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整个这个业报，我们是还水族嘛，阿扁是水族嘛，我们的业报的时候，他觉得坦然了。所以今天就是把他砍下来，他也觉得坦然了。好，所以他本来知道这个宇宙整个这个大轮回的时候，轮回的时候哈，他很坦然。好，可是那现在刚刚给我的东西，你要怎么做？虽然是很坦然，但是。人民嘛，子民嘛，好。